我是 Mars Fitness 的 Sammy 老师。今天我要教大家的是如何觅大腿的方法。觅大腿跟我们的筷子腿相对肌肉线条一定不一样。那觅大腿有相当漂亮的肌肉线条，还可以促进你的血循环，让你的身体更健康。以下呢，我会教大家两个训练觅大腿的方法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要训练的是外八蹲姿。好，一样哦，把你的身体保持直立，双脚、膝盖、脚尖朝向外侧45度。好，洋葱先保持稳定，脊椎往上长高。OK， 保持稳定，你可以手放腰上，或是放前面都可以。好，我们放在我们的腰上面，吐气一样往下蹲，眼睛是先看前面。好，吸气的时候把你的身体往上长高，屁股用力夹紧，很好。好，吐气往下，好，吸气往上。OK，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呢，我们做站姿。好，如果你在办公室或是在家里任何个地方，只要有墙壁的地方，或是你可以稳住自己，你可以做站姿的动作画圈。好，如果有墙壁，你可以扶墙壁。OK，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腿往前45度，斜角啊，压脚背往下。好，画圈往后，往前，往后。好，当你在画的时候呢，你记得把你的脚微微的离开地面一张纸的高度就可以了。好，往前，往后，往前，好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OK， 以上是我们两个动作示范。好，我们一样呢，欢迎我们的上班族夏令跟我们一起做动作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帮大家做一下示范动作。好，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外八。好，把你的双脚往外打开，膝盖脚尖朝向外侧。好，记得稳定住你的身体，手放在腰上或是放前面都可以。好，一样吐气，屁股往后坐。好，对，好，吸气。好，表示你的脚尖不够往外打开，所以你的身体往前倾的。OK， 膝盖脚尖，好，往外打开多一点。好，保持稳定哦。好，吐气。往下坐，坐坐坐坐，好，吸气，屁股夹夹夹夹夹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吐气往下，很好，好，吸气往上，这个是第一个动作，外八蹲姿的动作。第二个动作，我们要做站姿，你可以把我的肩膀当作你的墙壁，稳住你的身体。好，一样，先把你的脚往前踩，好，往后画，对，很好，一样，保持身体的直立哦，好，啊，吸气，很吐气，很好，吸气。吐气 ，OK， 很棒。好，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跟着我们一起做5次吧。OK， 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做外八蹲姿的动作。好，膝盖脚尖朝向外侧，一样身体保持直立，稳定住身体，手可以叉腰或放前面都可以。好，我们叉腰，哎，吐气往下，好，吸气，屁股夹紧往上，好，吐气往下，吸气往上，屁股夹紧，第三次吐气往下。吸气往上，屁股夹紧，打得很棒，吐气往下，吸气往上，好，最后一次，吐气往下，吸气往上。好，以上是我们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我们要站姿，所以怕你的 partner 如果会跌倒，跟你一起做的好伙伴。好，一样，把你的脚尖朝向前面，好，保持呼吸，背肌挺直，吸气吐气往后，好，吸气往前吐气往后，二，第三次，吐气往后，第四次吸气 ，and 吐气，好，第五次气，很好 ，OK。以上是我们的动作示范呢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希望透过今天的影片呢，可以带大家如何训练觅大腿的方式。